本以为上天看他上辈子当牛做马，让他转世开挂享受巅峰人生，哪曾想转世竟变成了真的牛。哎呀妈呀，这给我干哪儿来了？丁，系统绑定成功。这是穿越了。很好，那么系打开新手大礼包。系统没有响应，而牛棚里也静得可怕，只有几只蚊子嗡嗡的闹着，一时间他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系统打开人物面板。打开牛物面板。这绝壁是幻觉，能带着记忆转世已经很离谱了，系统这种东西实在太过飘渺。短短两个半月竟长到普通牛犊八个月那么大，以后就叫你铁牛了。这日，李老三干完农活，正悠闲地放着牧，突然一道浑厚的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袭来。新加坡太极村公鸡山羊毛镇磨刀村小河边豹子头打野沟的村民注意了，清风派招收仙门弟子，凡未满25折即可至村口测验灵根。仙门，这真是修仙世界啊。哎，李老三，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快点快点，去晚了赶不上了。村口处，仙人踏着长剑高悬在半空中，下方的年轻村民在挨个触摸下方仙人手中的微型阵法。没有，下一个。村里夏至满月，上至李老三这种25岁大龄，也都挨个测试完了，总共20余人，可最终只有李老三一人拥有灵根，可惜了，是个武器杂灵根。武器杂灵根可入宗门当杂役，你可愿意？25年前村里就选上一个，而再往前听说一个没有，这么大运居然被自己撞上了。我愿意。啊，这不对吧，武器杂灵根比单灵根还要厉害，主角标配，太过经典，这应该是我的剧情啊，合着我大老远从地球过来就是为了成为主角的坐骑。既然你愿入邪门，便斩断凡间俗事，一月后山羊城中集合。你这牛要来了吗？我的剧情定是上古神兽血脉。你这牛挺壮实的，宗门还有些农活，把你这牛也带上，你也好有个伴。李老头，你也是有福了，没想到你们李家也能祖坟冒青烟，出一个仙人了，够你家吃十几辈的了。五日后，一人一牛踏上启程，抬头望去，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他上班多年，这般景象也就仅仅在手机上刷到过了。铁牛也早就接受了系统可能是幻听的想法。我的系统虽然如同摆设，无论怎么说，但这是我唯一接触仙门的机会，再怎么样也不会混得很差吧。届时整个灵兽修炼法门画个形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丁，系统激活成功，正在加载牛物面板。姓名李铁牛，礼包已发放，当前的状态待宰的刀牛，效果5，剩余音律点0，境界5，每天只需要听完一段音律就能收集点数，进而加点。真有系统啊，听到笛声就激活系统，音律点是什么意思？听歌收集吗？系统打开礼包。丁，恭喜获得凡品满级技能牛牛耕田。牛牛耕田，这技能是辅助技能吗？不是，这么快就来机缘了吗？笛声越来越近，雨中一袭白袍头戴斗笠的老者出现在了铁牛的视线中，老者手持一只一尺有余的桃木短笛，面前横着一座茶几。
这人定是有什么大病吗？雨中品茶，没事找个班上吧。可是小雨之中，衣服竟然丝毫未潮湿，雨水也半点进不得茶杯之中，一看便是仙人。叮，今日听完一曲，阴历点加一。小牙村的李壮壮，我在此地也等你多日。在，仙人有何指教？壮，你与我有缘，今日天气甚好，咱们喝杯茶，在下赵元厨，交个朋友。天气甚好，这人怕是不正常。我和铁牛相濡以沫，早已形同家人，一定是这老登在茶里做了手脚，等我中招，然后乘机偷走铁牛。雨水落到杯上半寸，便被无形的屏障弹开，这样的人真会害我吗？多谢仙人，需要什么帮忙尽管说。咱们现在就是朋友了，不必拘束，叫我赵兄便可。你孤身一人前往清风派求道，此物也算一个信物，你持此剑去寻清风派的诸葛叶长老，他是我的故友，他自会收你为徒。这又是交朋友又是争宝的，还给找师傅，自己一个武器杂灵根入中门都是打杂的份，真的会遇上这种事吗？赵兄，这不好吧。无妨，此剑唤作尘封，他亦与你有缘，收下便是。李老三将宝剑收回剑鞘，迷惑之际，突然他的气血翻涌，眉间天心位置几息之间，从隐隐作痛到疼痛难忍。我干，真下毒啊！原来这小子不是主角啊，那其实主角依旧是我。若我是主角，按照套路，只需要将刚才获得的一点阴律加到境界上，便可以化险为夷。想不到这乾坤竹真能将武器灵根化一为五。你这牛也是稀奇，不是普通家养的水牛，好生照顾你的主子。啥玩意？灵根化一为五？好家伙，这牛怎么自个儿上街了？巷口中，野牛被一阵悠扬的琴声吸引，惹得行人纷纷侧目。勾栏内，华灯初上，舞台一侧，一妇人低垂着眼眸，朱唇微动。他的嗓音算不得天然，却也不难令铁牛陶醉其中，仿佛真的有什么故事藏在他的岁月。去吧。妇人眼眸微动，望向窗户，仿佛真的要看见少时的情郎。再定睛一看，却是一个巨大的头盔。我的妈，这哪来的牛，快快轰出去。今日听完一曲，阴历点加一。别急啊，我自己走，自己要是人多好，每天来这种地方，修为不得蹭蹭往上涨啊。作为一头牛，一头对阴历有逆之向往的铁牛来说，出入人类的地方实属不便。即使他发誓有朝一日定要自己开一家勾栏瓦舍，凭他几个通宵。这谁家的？这谁的牛？没人认领舅子了。我的牛，我的牛啊！你也真是，这么大一头牛放在街上乱跑，若是冲撞了客人，可就没得活了。是是是，多谢大哥。几日后，一人一牛终于接到了清风派传来的信息，前往城中渡天司集合，便是乘坐修仙公交渡天飞舟。10到472人，那些没到的弟子，大多数都是走山路遇到危险的村里人。钱二狗、张明清、李壮壮，要，在这呢。都是些朴素的村里人，怪不得穿越者修为上来了都得整个道号呢。李壮壮这个名字实在难以震慑到敌人。这非洲不是来了吗？里边站满了，竟无一人下船。非洲象征性停顿一会儿，无人进出，便合上船门，缓缓加速，直至肉眼难以察觉。这竟和我赶早高峰地铁一般无二。这是公共航道，这两日乘客比较多，等个两三日变好，大家在司内待命，随时出发。众人纷纷散去，回到了杜天司的临时居所。铁牛被牵到了灵兽专属的休息室，眼前的一幕直接让李老三亚马呆住。这些应该就是城里有实力的人的灵兽了，唯独我的是一头家养水牛。哥，你能不能把食草的和食肉的分开放？
师哥，小弟这就先睡了，希望这笼子够结实吧，只要安然度过这几日，便能接触真正的修仙世界了。年轻的天外真牛悠，迟迟未突破，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呢？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帮你渡过难关哟。愿望，我要自己永远不会睡过头，这地铁永远有我的座位，这电梯永远为我敞开，这打卡永远能够卡上点，这世间没有任何人能影响我上班。所有人集合，准备出发。之前不是说要等两三亿吗？管他呢，大概咱运气好呗。非洲内灵兽修仙室早已是修士在入宗之前就已拥有灵兽的城中大户，与李老三同行的准弟子开始攀谈起来。张兄啊，你这今年是得有助机器了吧？在哪儿弄的？哎呦，别提了，这是我老爸从一个散修那买来的。说什么这金岩石的父母皆是化神期的灵兽，火属性的灵兽，纯正血统，你瞧瞧他竟是对水属性的神通有天赋，足足悟出了七个水属性的神通，也才堪堪二阶筑基，中看不中用啊。哎，你看这人，我完全看不出他的虚实，难道已是筑基之境？恐怕还不是普通的筑基，若非筑基圆满，根本做不到气息不漏。再说了，凡人能驯化灵兽吗？这灵兽也是不凡，我熟读万灵志，完全不知道是何种族。出门之前，我老妈便已叮嘱，不要小觑任何人，免得吃大亏。莫非是天地灵？他们小声地猜测着一人一牛的身份，只因为他们太过普通，普通到就像一个耕田的农夫牵着一头水牛。侦查时间转瞬即过，杜天飞舟缓缓停靠在一座山巅之上。诸位，欢迎入我清风派，我是清风派的拜门长老，你们可以称呼我为马长老。你们脚下的山崖乃是我派祖师宋清风的正道之地悟剑崖，稍后你等前去悟剑崖悟道，凡悟出剑法者可直接成为那门弟子。说得好听，悟剑崖那些剑痕看起来杂乱无章，仅仅通过剑痕就能悟出一个大成期大佬的成名绝学，这不是扯淡吗？哇塞，好浓郁的剑气。这哥们能感应到剑气，啥玩意你就感应出剑气了？那崖壁上的剑痕都三十万年了，早就风化的不知道成啥样了。叮叮叮。杀。检测到剑法传承，已收录，剩余阴历点二，境界五，寿命十五，技能牛牛耕田已满。此地真有传承了，那需要何等的悟性才能完整的悟出传承呢？思索之际，李老三似乎看出了什么规律来，手中尘封剑出鞘，寒气逼人。他挥舞起长剑，似乎是临摹，又似乎是如清风一般随意。第一次挥剑，他显得稳稳生势，然而他迅速的适应了，剑法逐渐流畅，他悟出了崖壁上的剑法，他的剑气回荡，竟使得悟剑崖都抖了起来。此刻的李老三犹如剑神一般，第一次使用尘封剑，竟然比自家的锄头还顺手。这就是主角吗？这小子还没出新手村，他的机缘就已经砸到头上了，根本没得比。虽然没有靠自己悟出剑法，但是我有挂，这清风剑法已被收录，加点就可以炼制圆满。至于如何长期稳定的获取阴律点，等大哥稳定下来再说吧。人家耗费宗门资源培养剑灵根，将一个没有修仙知识的凡人给悟了出来，这上哪说理去？次子有大帝之资啊，干脆宗主的位子让给他得了。天才啊，得赶紧上报宗主。看来技能不用加点也能自行增长，也不知道我这家养水牛究竟有没有灵根呢？自己的天赋究竟又是几何呢？剑法高深玄妙，凡人之间施展片刻便已力竭，李老三翻小一声，竟晕了过去。好不容易捡到的宝贝苗子，可别出了岔子。这怎么跟小区一样？一路走来，这山门可以说相当不宜居，这些个修仙之人连牛路都不怎么修的吗？这灵根合五为一形成阵法，竟然能自主吸纳灵气，此子没啥修仙知识，那就放进内门吧，找太上长老教他。太上长老可是自己和宗主的师祖，这以后要是见了，可不得叫这小子一声师叔啊。半日后，力竭的李老三从沉睡中醒了过来。弟子居内，除了闲聊，马长老便给李老三讲起了修仙知识。他也是第一次知晓了仙人则是世间的极限，上天入地，入地再上天。
这小门派居然还有仙人，开局就遇到了大成期的宗主。你这把剑是？这把剑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说是一个信物，让我带着剑去拜诸葛叶长老为师。老弟绝不能拜此人为师，他也是武器杂灵根，孤客住机器就用了100多年，132岁快没了的时候竟敢突破了筑基期，156岁结丹，167岁元婴，172岁破化神，直到干到174岁，才入法虚之境。同年，双喜临门，突破河道境界。还有这种人，突破境界一次比一次快。174岁的河道修士，那也是万古未有，今后也很难有的老宝贝了。那为何不能拜诸葛长老为师呢？你可知诸葛长老如今的年龄多大？175岁。不，他故意把自己卡在河道经，如今干到了8112岁。把自己卡在河道经，合着这意思是，难道是他发现了世间数百种成仙的功法，接在河道期就出现了 bug？ 老弟呀、啊，你想过没？我滴个乖乖8000年呢，这8000年他也没闲着，也就创造了数百种功法吧，然后让自己徒弟修炼测试，第一节课就是硬刚天雷渡劫。走火入魔挂的都算祖坟冒青烟了，我和他都是长老，可也差点就成为了他的徒弟。老弟呀、啊，哥哥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之前老邓赠给了自己一柄宝剑，说实话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冒险了，修仙也只是想挣点钱送回去给家里老爹老娘呢。看你给这小子吓的。好像本座是魔头一般。见过诸葛前辈。这里壮壮，本座要了，放心，不会弄挂的。他是五个丹灵根成无形相生阵，可以参悟世间所有的道，常规功法只会冲烂你的灵路，要不要试试我专门为你打造的功法？您是说你也要让他修炼没有任何人修炼过的功法吗？老弟呀、啊，你也整明白了没？一般情况还是很安全的，给你定制的功法不会超过筑基期。你抖个啥？没了本座你根本踏不进仙途，要不你就牵着你牛回去耕地。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我就是一个种地的。一个月前我的理想是今年照常丰收，年底我就能娶上媳妇了。几位仙人突然出现，打烂了我的所有计划。所有人都告诉我当仙人有多好多好，是很好，碗口大的金子随手就丢给我，够我娶10个老婆了。可我有点怕死了。修仙把这个搭进去完全没必要啊。回去耕田想都不要想，年轻人有没有修仙责任感，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没有，你修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你放心，最低要求让你活着。爸爸啊，犯不着吧，我灵根已被那老灯动过手脚，咋还要选我？以后你会明白的。又是这句熟悉的台词，这小子真是奇遇不断，定是气运之子无疑了。这本便是我耗费40年单独为你所创的功法，勤加修炼，待你筑基之境，我再授你新的功法。我还是不愿。不，诸葛长老，我不识字的。除了修行功法，看来通识课也得安排上啊。先从字母开始吧。怎么别人的系统都能躺着升级呢？喜欢那种会发布看似很难，实则白给任务的系统了。今日一来，李老三不再乏力，为了静养依然待在弟子居，也陆续收到很多宗门弟子的寒暄礼物。他哪里不明白，修仙世界也讲究先情世故，仙缘往来。杀！哦，开字胆可以给铁牛试试。来，铁牛，炫了。不是大哥，这什么玩意你就随便给我吃？怎么样，铁牛能听懂我说话了吗？什么听懂你说话，我一直能听懂你说话好吗？只是你不懂牛语，更没有给人开牛语的牛丹。看来还是不行，等着哈，听师兄说宗门内有能让灵兽开口说话的法门，哥哥定想办法给你弄来。我是看出来了，自己的主子脑袋不是太灵光，可那诸葛长老说他的灵根可参悟世间万道，也不知音律之道算不算在其内呢？若是能与他无障碍沟通，提点他一二，也能让这小子多庇佑自己一番。
等会既然哥们开了智，顺势突破一下境界很合理吧。如果收集阴绿点，展示一下自己的修炼天赋，让宗门也着重培养自己，说不定也是一个赛道。系统加点。冰离铁牛，剩余阴绿点一，境界炼气一层，寿命16，技能牛牛耕田已满，清风剑3%，恭喜宿主突破至炼气7，奖励炼气7大礼包。炼气大礼包，突破境界也有礼包吗？大礼包位不打开吗？打开炼气7大礼包。丁获得炼气7满级技能牛牛猛冲，获得仙品功法美味神牛功，牛牛耕田技能自动升至炼气7满级。美味神牛功是个什么鬼？美味神牛功，人族无上大能，针对牛族体质创造的最强功法，勤加修炼，踏入大乘期如吃草反刍般容易。牛牛耕田炼气期已满，牛牛可对离过的土地添加一次性祝福，收获时增加10%存活率，增加10%产量。牛牛猛冲炼气期已满，牛牛的本命技能，牛牛冲向敌人，10%概率对敌人造成晕眩。这技能名是不是太潦草？不就是加强了野蛮冲撞，多了眩晕效果吗？早该猜到的，不过也还好，真要给我送什么大荒掌求天指的技能，我这蹄子也施展不出来。一旁的李老三肉眼明显察觉出了铁牛的异样，铁牛气势逐渐攀升，体型貌似增加了一圈，颇有牛气冲天的态势。牛牛修炼突破炼气，灵气迁移发生异动时，竟引来宗门两大长老的窥视。说实话，不稀奇是假的，试问有谁见过炼气牛啊？水牛啊，血脉繁杂，便是有一些灵兽血脉，也是极为稀薄。可惜了，只是服用了开智丹，也不足以开智。说来也是奇怪，这两位先是飞剑灵根悟出剑法成为修士，后是水牛突破炼气期。叮叮叮叮，今日听完一曲，阴历点加一，剩余阴历点4。若是这小子能每日如此，那不消多久，我铁牛便能成仙堕子，称霸一方。系统加点加点。姓名李铁牛，当前的状态待宰的高牛，剩余阴历点1，境界炼气3层。铁牛嘛，快进来。这几日你总在我屋外徘徊，可是对这阴绿一道感兴趣？呵呵，真有意思，这修仙界人人崇尚力量，我一身阴绿天赋难与他人分享，想不到竟与一头牛成为至阴。今后你每日来院子里听吧。不客气。牛师弟，你才来三个月竟然突破到炼气3层了。铁牛，今日无心奏曲，改日吧。不行，我得开导开导这小子，可不能影响了自己的成仙大计。对，我能看出来他喜欢李师弟，昨日刚告知李师弟不在，今日他来都不来了。你说的对，我不怪李师弟的，况且李师弟求道心切，似乎对儿女之事并不上心。你说的对，只要自己成为风云人物，就能得到师妹的青睐。音律并不是为某个人服务的，而是为自己的情绪服务的，无论悲欢都可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以此获得力量。铁牛师弟多谢提点。原本以为诸葛长老这般人物至少院落富丽堂皇的，
可没想到仅仅是一间茅屋。来了，拜见师尊。诸葛也满意的点点头，他单手一挥，茅屋内似乎结起了无形的屏障，屋外的风声、水流声、虫鸣鸟叫声通通消失不见。这些都是炼气期的一些术法，3645本，每一本都要炼至圆满之境，全部学会方可突破住机器，就能获得3650个本命神通。本座知道你在疑惑什么，此事莫要告知第三人。3600多本术法得练到猴年马月啊。没事多去练丹峰藏书阁走动走动，也可以多和你四师兄交流交流助气之道。修仙世界不只是打的杀杀，而是先情世故。听闻你善种地，灵草园那边为师已经打点好了，多学学如何培育灵草。好了，你去吧，修行上有什么疑问可去蓝沁台寻你五师姐，她自会教你。玉师姐，你这是？师姐，您这倒挂的是什么意思？哎，气血倒行，走火入魔了，倒过来脑袋舒服点。哎，倒是你，师尊刚和我通讯完，你就跑来了，可是想好有什么疑惑吗？这些书籍，我虽印的这些字，却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特来请教师姐。功法秘籍一类，为力求精简，很多新入门的弟子都无法理解功法想要准确传达的意思，我要怎么解释呢？嘴上虽然抗拒，然而师令他可没胆子违抗，接过李老三递过来的一本火球术，便开始帮李老三讲解每一句的意思。懂了没？懂了就回去练吧，练会了再来找我读下一个。师姐，这样是不是就算练成了？不是，这么快吗？当年自己学火球术，因为灵根没有火属性，足足用了十多天才学会。杂灵根中有火属性元素，比自己更亲和火属性术法也是极为合理的，算是吧。再拿出一本来。接过递过来的雷电影，于小峰再度耐心地讲解了片刻，只是他尚未讲解完，于老三的身体已经滋滋冒蓝光，那是雷电布满周身的状态。你六师弟的杂灵根中正好有剑元素，这不是没可能的事，难道还有雷元素？怎么可能同时拥有两种变种元素？这两次施术赫然是瞬间催动，真有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圆满掌握数个术法吗？丁，今日听完一曲阴历点加一剩余阴历点啊。原来我真正的机缘就是周浩洋这小子，加点加点。李铁牛当前的状态，待宰的高牛，剩余阴历点一，境界炼气四层。这种做火箭般的升级实在过瘾，只要我和周兄的情感牢固，仅仅只需要两年半左右便能突破制度机期。周兄，我俩定要长长久久。他看向周浩洋，目光多了一些炽热。周浩洋注意到了铁牛的目光，感受到这牛牛炽热的眼神，他的神情也越发激动起来。铁牛兄弟，你真懂，大道一所知一难求。炼气四层，莫非是我的琴音已经能够到达助人修行的地步了吗？据说大道琴音轻者一招悟道也是时有的事，只是能直接提升修为的大道之音闻所未闻，或许我是掌握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道，这就是感情的真意。想到此处，周浩洋神色认真起来，闭上眼睛细细感悟刚才自己弹琴的状态。自己是三灵根，资质平平，无法与门内天骄抗衡，但若在筑基之境领悟真意，未尝不能与他们一较高下。在筑基之境领悟真意，放眼整个历史长河，那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他认真弹奏起琴来，刚才那一曲奇功极点音节并未处理，他凭借着筑基境界强大的记忆，将刚才带着错误音节的音律丝毫不差地复刻了出来。铁牛兄弟如何？今日已经听完一曲，再听一遍也没有音律点，我打算回去了。莫非和音节并无关系，而是心境？他静下心来默念清心咒，他仿佛内心已经忘记了急于求索阴历真意，而是真正的将心融入身前的这把古琴中。良久，他的双手终于动了。这次什么永真意求仙所道，什么逐鹿群雄大道争锋，都已烟消，有的只是对琴音的沉寂。琴声跨过群山，传入那门某位同样修行阴律大道的长老的耳中。本色小气的长老突然睁开双眼，大道之音气息软弱，似乎只有筑基之境。他看向琴声传来的方向，那个方向似乎正好有一位筑基境的小子，曾经听过自己的阴历课，天赋还不错。不会吧？一曲奏完，周浩洋停了下来。这次他真的感悟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多，但他却能抓住这种感觉，朝着这个方向精进。怎么样啊，铁牛兄弟，这次？
上辈子当牛做马，以为这辈子穿越修仙就不用再离地了，可哪成想该来的还是来了，终于还是要下地干活了。灵草园占地巨大，新入的弟子都能分到土地，灵草园的长老特意叮嘱我带上铁牛方便开荒土地。是错觉吗？周兄感觉有人刻意要拆散我们呢。曲终人散，今后恐怕不能每日给师弟安闲抚琴了。这该如何是好啊？这半夜来他们已将彼此视为之一，这是跨越了物种的真挚感情。周浩阳有些不舍地望向铁牛，铁牛的眼睛同样对上了他，他懂那是不舍，是惺惺相惜。这是咋回事啊？李兄，我也不瞒你，我已将铁牛师弟视为知己，铁牛师弟同样颇为欣赏我的琴技，我懂他若是没了我的琴声，他也会寝食难安，郁郁寡欢不吃草，若有闲暇还请时常带着铁牛师弟回紫珠峰看看。你小子会整活，他日牛爷我成为一方牛帝，定要封你为府行大学士。灵草原离此地并不遥远，只有数百里，你们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来来来，师弟收下这个，这个快，千里往返也就是两炷香时间。周师兄，我才练气一层，驾驶不了你的宝舟啊。无妨，铁牛兄弟这半月经过我琴声的熏陶，已经踏入练气四层，体内灵气足够驾驭宝舟了。你为了铁牛，自己的宝舟都肯送。灵草原一荒地处，李老三牵着铁牛，低着脑袋听着一位灵草原长老的训话。先将这2000亩土地离了吧。种植一些上灵草，只需每日浇浇水即可。此为小灵雨树，可以学习学习，减少工作压力。还好，仅仅是术法的话，应当是没什么难度的。这里面有2000本书籍，都是一些灵草相关的著作，灵草原的150000余种灵植，每一种的外形、年份、判断、作用、生长习惯都有记载，不可偷懒。我本就种地出身，让我起早贪黑种地，我绝无怨言，可咋种地还要看书啊。开荒虽然是体力活，但这2000亩的土地也不轻松啊，炼气四层也不好使啊。再说了，炼气期的牛就不用休息了。不过相比前世的早出晚归加夜班来说，这种工作看来也实在太过轻松，毕竟半夜可没有园长老喊自己起来修改离地方案，只是因绿点的收集进度慢了下来。李老三没有周浩阳的能力，虽然听不懂铁牛在说什么，却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不悦。你别气了，周兄修的是音律一道，每天弹琴都是在修炼，他这样说其实是为了给我面子，别真当回事。这2000亩地看来十来亿就可以离完，上灵草2个月一收，等这几亿忙完，你便可以回去2个月。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宗门会让自己吃白食的，干活在所难免。这位师姐好，请问咋称呼？苏灵韵。她便是现任灵草原主事的嫡女，同时是炼丹峰大长老的得意弟子。我听说李师弟不光剑道资质一柄，随身的灵兽更是天赋过人，入门2院竟从凡胎突破至炼气四层，特来瞧瞧。突破炼气四层仅有周浩阳那小子和李老三，怎么惹的全宗都知道了，看来这种在人眼皮子底下利用系统突破的手段实在太过危险。不是没有想过隐匿气息的法门，但在这个连真仙都有的宗门修习隐匿之法，不是把我有问题写在脸上了吗？而水牛十余年寿命本就不太可能突破筑基之境，还修行得如此之快，实在太过反常。铁牛因此猜想，第一集宇宙遇到的老者或许早就看出了自己有大问题，系统也会暴露，必须想点办法让自己提升修为的进度更加合理一些。太好了，我带着小琴来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解围道理。这种修行天赋异常之高的牛对灵草原的作用非常之大，况且它的修炼速度绝对能突破至主祭期，而灵草原豢养的灵兽水牛最多修炼至炼气七层就大限了。
不是，合着这意思我才半岁啊。你快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那个苏思姐，我家铁牛满打满算才六个月呢。果然与众不同，寻常水牛两年才能长成如此体格。那头母牛已是练前二层，显然也是开了智力。靠近铁牛对着他笑了笑，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他还没准备好让这书成为一本种牛文。不行，绝对不行，这半年他早已习惯当一只牛了。结为道侣这算啥，化形牛爷我必须要化形。算了，小青就先留在你这里吧，他俩也好培养培养感情。你放心，他俩如果真的结为道侣，宗门少不了你贡献点。两千亩地是一天的功夫全部犁完，李老三将铁牛送回了紫竹峰。铁牛也过上了枯燥无聊且爽的听小姐的日子。李老三除了给灵草施灵，就是练习法术背诵灵草典籍，外加每天两个小时的吐脑。两个月后，铁牛没有惊喜的累积到了62点阴律点，李老三也突破到了炼气三层，熬到了第一批灵草成熟。杀！长老，2000亩丧灵草全部收割完，共14000斤。这不对呀、啊。之前看小青特别喜欢吃，故而打算留点给铁牛尝尝，于是就私藏了200斤，不会被瞅见了吧？这上灵草，即便是我来种，亩产撑死了也不过6斤，加上损耗，2000亩能有个10000斤收成就不错了。你是如何提高产量的？上辈子当牛做马，这辈子真成牛了。本以为会一直犁地，耕了一次田被当成瑞兽，犁了一次地，老头都说他是万中无一的犁地奇牛。怎么什么都是万中无一啊，真是怪了，此地并非种上灵草的绝佳之地啊。老夫穷其一生精修种地之道，都不一定能把产量提高到如此地步。可能是你太菜了吧。你有多少年的种地经验？5岁下地，至今有20年了吧。极品啊，这还是人吗？青阳草种子此时正是应季，1个月即可成熟，你种来试试。1个月后，第一天撒下去的种子已经成熟，尚未收割之际，长老便带来了灵草园主事过来视察。何道静的神识眨眼间铺散至整片田地。不是一株，而是每一株都比先前见过的青阳草都要好，怎会如此呢？等等，土壤中蕴含着一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到了。苏珊的神识一刻未停的观察着，像是发现了蝎子关，但那股玄之又玄的感觉突然又消失不见了。你的牛呢？把它叫来。来，犁地。一人一牛有些猛，但还是照做。牛拉着犁，人扶着把手，缓慢的松口。苏珊的神识一刻也没离开他们。随着铁犁经过，那股玄之又玄的感觉再度出现了。对，就是这样，是瑞兽。瑞兽，不错。铁牛是一头瑞兽，这块田地只要铁牛犁过的地方，都会被施加祝福，提高产量、存活率，就连品质也会有所提升。瑞兽的祝福能力会随着境界的提升而提升。从今日起，铁牛的修炼资源都按顶格的发放。我去向宗主申请极品种牛啊。听起来自己要被重点培养，可我怎么感觉不像好事？自己的被动技能牛牛耕田被发现了，以后不会要一直犁地吧？还极品种牛，就算是牲口不带这样使唤的，坚决抵制上夜班。这种规则层次的能力，原本铁牛以为很难被察觉，可没想到仅仅是何道静的修士就能察觉出一样。何道静的洞察能力尚且如此，大成境不洁净，又或者真仙呢？铁牛有种不好的预感，自己可能早就被人盯上。盯。当前状态由待宰的高牛转为勇猛的种牛，每月力量加一。这五激动化下来，我的状态一直都是待宰的高牛，都成炼气老祖了，怎么还能待宰呢？自己的命运不能自己拿捏，难道还需要旁人的许可吗？姓名李铁牛，当前的状态勇猛的种牛，效果每月力量加一，剩余阴力点74，境界炼气4层，力量加成一，技能牛牛耕田，牛牛猛冲，炼气气已满，清风剑1/3%。
叫上周兄，得去宗门藏书阁看看能不能把那边的技能全部收录过来。好嘞，这一层您二位随便逛，二层就只能铁牛师弟进去了。你几个意思啊？铁牛师弟是宗门瑞收，地位等同于我宗长老，三层楼都去的。你作为普通内门弟子，只能在第一层借阅，别说是你，就是李道玄师弟来了，暂时也不能去第二层楼。岂有此理，我为宗门出力，宗门竟对我藏私。我且问你，只要成为宗门长老，就能去二楼三楼吗？你等着，我去去就回。这是啥情况啊？欢迎光临。爷我花了500万梅林石买了个名誉长老。啊？长老，铁牛师弟，里边请。即便周兄不能提供音律，他也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丁，检测到术法已收录技能水龙诀。丁啊，检测到术法已收录狂野赋。铁牛神识铺展开了，将一楼的20000余本术法全部收了，随后直奔二楼而去。这20000余本术法秘籍中，不乏有一些特殊技能，玉器传音术，这乃是一门传音育生之术，根本不是通过神识实现，而是通过对空气的震动传入牛耳的。这等对灵气的运用，需要筑基境界才能尝试。这种传音之术，也是灵兽说话的主要方式。来到这世界半年多，一句人话没说过，试试看吧。神识操纵着一团灵气，在自己耳旁高频震荡，挤压着牛耳附近的空气，几乎同时，气流形成了一道声响。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觉还行。丁，神威造化掌已经收录。丁，检测到神通。丁，检测到术法。丁丁丁，一连串的丁丁声令铁牛直呼过瘾。3000多本神通，甚至收录到了用牛角也能施展的雷系术法化作的神通。铁牛不敢暴露自己已经会说人话，继续摸着和自己的亲大哥交流。为什么没有化形相关的功法呢？铁牛师弟，你在何处听到的灵兽可以化形的？这世间没有灵兽化形的说法，我只在凡间的话本里听过。即便是渡了天劫成了仙，兽也不能化作人，就像人不能化作兽一样。怎会如此？那我修仙有什么意义？不能化形意味着自己只能永远用牛的样貌去收集音律点，效率极差。不过师弟，虽然从根本上兽不能化为人，但这世间却是有幻化之术的，亦有身外化身的法门。清风派并无幻化之术，而我周家却有，这身外化身的法门我周家同样有，这二门术法皆可赠你。只是这幻化之术相当之难，不宜在化神期之前倾注太多时间。还有这身外化身之法，你也知道我人族身体羸弱，这门功法被人族创造出来，为的就是给自己炼制一个强大的肉体分身。你要炼制人体分身，本末倒置不说，你又哪儿来的人族躯体呢？好，我传讯回家族，过几日便将两门功法都给你。不用谢，咱俩可是兄弟。还有富二代兄弟，还有将来的战力天花板的主子。铁牛歪嘴，龙王冷笑，谁是气运之子又为何知道？牛牛猛冲。水龙诀，黄叶会闭眼术，梦图幻阵，练习实战场内李老三个斗法，毫无意识规则可言，主打一个狂甩技能，几千门术法都是圆满境界，连轰了铁牛半个钟头，硬是没有一门重样。这两个月来，虽然自行修炼突破到了炼气五层，主人修行四月也已是炼气六层，想不到这气运之子竟能与我开挂的速度不分上下。自己堂堂炼气圆满，坐山长老亲传弟子，掌握七门圆满术法，一个照面竟抵不过入门半年的炼气六层。别说照面了，惯着我都没资格吃到李师兄的技能轰炸。自己这两个月来也尝试了很多术法及神通，和他比起来，该不会是我的天赋极差吧？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谁也不知道李师兄将清风剑法练到了何种程度。清风剑法作为神通，仅仅也只是入个门，可用来镇压我等圆满炼气修士施展术法所使用的那一丝灵气。
堪称铺张浪费。不是不是不是，道玄子，来宗门大殿吃个饭。这师傅小半年没理自己，现在莫名其妙喊自己吃个饭，莫非是有求于我？这位是明月宗的现任宗主宝天真君。两位前辈好。这位师姐好。月英当初在其明月宗的梦图榜可是炼气第一的天骄，一月前刚刚突破八阶天道筑基，前途难以限量。道玄，年轻人之间没事可以交流交流。这不会是长辈介绍相亲对象吗？自己活了几千岁也是头一遭办这种事，也是看了很多话本小说，什么两宗圣子圣女联姻，一方不同意瞧不起对方，本来奔着联姻去，最后反目了，今儿看是成。既如此，你们下去交流交流术法习得吧。是。不是喊我来吃饭的吗？好歹吃两口再下桌啊。李老三点头微笑，不敢轻易咽唾沫，操纵灵气将口水逼了回去。踏出门外，他若隐若现地听到店内传来欢笑声，来来来，动快动快。听说师弟悟出了万年未有人悟出的清风剑法，让师姐领教一番如何？来。可要师姐我将修为压制在练气期。师姐全力以赴便可，寻常练气期很难截住我的一剑。哎，那是谁呀？竟然还有人敢挑战李师弟吗？不知道了吧，我听说今日明月宗宗主携他们宗门第一天骄拜访我宗，这秦月英乃是天道筑基，练气期也是将九门术法练到圆满，今后也是妥妥的九转金丹。听说他在练气期就已经挑战筑基榜了，并且还能拿到前百的名次。快发信息让大伙来瞧瞧。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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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师弟正在和明月宗的第一天骄比试。自从李师弟一剑秒了第十三名，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李师弟出手了。走，铁牛师弟，去看看明月宗的天骄能不能接下李师弟的一剑。明月宗听起来也像是个小门小派啊。铁牛师弟，你不知道，这明月宗的秦月英乃是变种太虚灵根，虽是炼气，寻常筑基境都不是他的对手，其实力恐怕有筑基巅峰，也不知道李师弟是不是托儿，才同意和他比试。只高主人一个等级，怕是够呛。我不敌师姐的术法运用，师姐若能截下师弟这一剑，那师弟便认输。清风斩。师弟这一剑，若师姐我没有保甲护身，可要凶多吉少了。若我手中没有这把剑，也使不出这样的威力来。师姐，你赢了。这太虚灵根悟性果然非比寻常了。是啊，李师弟仅仅半年练气六层，明明我也是武灵根，怎么他的武灵根就和我的不一样？这二位结亲，将来咱清风派和明月宗在整片东域都无人敢惹。结亲真是女主啊，二人眉目传情的，这女主怎么好开心的样子？不应该瞧不起主角低修为吗？还有挑事的男二呢？小说不都是圣子天骄联姻，最后反目成仇，这剧情怎么还四平八稳的呢？我来给师兄介绍一下，这位是明月宗的秦月英秦师姐。见过秦师姐。可是做灵兽生意的周家。正是。哈哈，想必师弟就是周家的十七少爷吧？我明月宗与你周家往来也很密切呢，你的三哥与九哥也是我明月宗的弟子。哈哈，原来师姐认识兄长。好可爱的牛，师父请说。这头牛竟是罕见的变异瑞兽，乃是降生在李师弟凡俗家中的牛棚里。
想来自己这位如意郎君不光天赋惊人，还鸿运齐天呢。啊，这是铁牛，嘿嘿。秦师姐，去紫竹峰坐坐吧。秦师妹，我都听秦叔说了，你要是不愿意，你就眨眨眼，我帮你想办法。师妹，你知我心意，今日即便你同意这婚约，我也要试试这李道玄的实力。要来了吗？男二挑衅男主，随后被主角打脸的戏码，这才有意思吗？动画剧情一帆风顺的，那谁爱看啊？师弟，我们都没见你使用过术法，只看见你几十个技能一起丢过来的情景，所以你修行的术法究竟是什么呀？三千多门术法，可谁不是练的渣吗？每一门练习的时间都不足一天，请住的时间都没有清风剑法多。术法这块我练的比较杂，请住的时间也不是很多，目前还没定下来主修什么术法。师弟可别在选择术法上耽误太多时间哦，还想在论术大典上见到师弟的身影呢。论术大典实际上是在挑选全天下的人才，将之吸入中域、哦、而你们周家有自己的产业，族内都是禁止直系子弟参加的、啊、藏书阁不能上三楼，如今论术大典还不能参加，怎么到哪里都是私藏啊？现在断绝周家关系还来得及吗？总算要来第一个主线了吗？不过以我这水平，八域的海选怕是都过不了。师姐你要去吗？当然啦，我想拿个好的名次，然后去中域看看，听说中域广袤无垠，就连空气都是香甜的。空气竟是香甜的吗？前些日子拜访五师姐玉小峰，她又走火入魔，五感错乱，据她描述，她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变了外形和颜色，看自己像一个蓝色的蘑菇，嗅觉也失了灵，闻啥味道都是酸酸的，莫非她也走火入魔了？别看我应该是这部剧里面最没有嫌疑的吧。啊，上辈子当牛做马，谄媚逢迎，依然单身纯爱，这辈子真成牛了。本以为不用再谈笑写剑，但浓情蜜意真风依然吹到了修仙世界。你小子不争气啊，还以为能看乐子呢。都说瑞兽对人而言象征着祥瑞，且心地善良，看来是真的。还是牛师弟懂我啊。幸好你不是周师兄。说到瑞兽，自己是冒牌瑞兽，但宗门内是有一货真价实的一头金丹期的金佛龟。在一些小说里，只要是动物都能相互之间无障碍交流，想想也不太可能啊，不是一个物种怎么能听懂呢？嘿，哥们，听说你咬一口就能给牛带来牛运，你咬下我的脚试试。再怎么也是金丹期的乌龟，惹不起，你等着，等牛爷修为超过你，让你摆个臭脸，到时候想让你咬我哪儿就让你咬哪儿。龟修仙盘膝吐纳靠的是吞吐灵气，素有望灵止渴的说法，今朝开席也并不是肚子饿，能来参加宴会全然是以书为情，先情世故。我们欢聚一堂，大家吃好喝好，哈哈，动快动快。那个咱就是说，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动快动快。这修仙界的大佬真是言简意赅啊，前是自己的上司，要是发言这么效率，自己也能多睡会觉了，不用加夜班了。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再简单说两点。我再简单强调两点，他们的婚约定在两人踏足元婴之境以后，当然了，今儿起宴席大摆三日，大家动快动快。元婴之后，这明月宗的老头还挺鬼精鬼精的。我看这李老三就是走了狗屎运，误打误撞才领悟了清风剑法的，莫非他就是剑神转世？相传在远古时代，就有一位五系杂灵根的剑道奇才，遭歹人暗算，自爆灵根才得以逃脱，没想到却因祸得福。那五系杂灵根自爆后，竟然变为了传说之中的圣灵根，从此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同辈，成为绝世剑神。李师弟，要不你也自爆灵根，让我等开开眼。丁，
姓名李铁牛，年龄一，当前的状态勇猛的肿牛。剩余阴历点257，境界炼气六层，力量加成九，扭扭耕田，扭扭猛冲，水龙诀地炎术炼气圆满，清风剑法 3% 幻术宝典 60%。 不靠加点，半年时间已将两门术法炼制了圆满，主人的境界已是炼气第九层，即便自己算上加点，可能也才堪堪炼气八层，这小子竟然比我开挂还要强上一丝。李师弟，咦，苏师姐，你不是在炼丹峰吗？怎会在此？前些日在炼巅峰忙着调制灵材，算是忙里偷闲吧。对了，我的小青怎么还没小牛仔？这个你也知道，铁牛的老娘是一头水牛，可能铁牛出生后就是一头普通的水牛，长得慢一些也是正常的。我虽然开了智，我可不傻，又没有多大的牛产需要继承，那么早生仔干嘛呢？我觉得他肯定不行，不如咱们给铁牛试点手段。这不太好吧，这要玩坏了，不就是拔毛助长杀鸡取卵了吗？听说宗主原本打算把你收做他徒弟，却被诸葛长老截了胡，这会儿太上长老正和诸葛长老骂街呢。太上长老想要你同时也拜他为师，但是诸葛长老不同意，说自己徒弟拜了师叔祖为师，自己岂不是要喊徒弟师叔。叮，今日听完一曲，音律点加一。别以为跟着这主角身后，修仙世界定是波澜壮阔的，可是现在的生活如同上班一样，每天修行吐纳，吃草，听小曲，参悟术法，时不时还要被拉去犁地，修仙真是寂寞如许啊！难道这一位气运之子根本不需要经历磨难吗？不需要生死逃亡间的突破吗？也不用亲朋好友祭天来坚韧心性吗？这个世界甚至连邪修都没几个，小说中的魔道宗门几乎不可能存在，只要敢露头，马上就会被群起而攻之了，简直太和谐了。周师兄，铁牛，怎么了李师弟？师尊说我修行利益是为了怎么个事，泄露天机了吗？吓我一跳，这晴天怎会突然打雷？李师弟你接着说。不，还是不了吧。铁牛师弟，李师弟这是。哥们怎么知道这小子平时看起来就呆，如今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得想个法子问出他发生了什么，主角的心性发生了剧烈的动荡，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什么斩击仙人，大因果，这是什么招数，合着怎么都成不了仙士吧？仙人这么猛吗？送经验的小炼器都不舍得给吗？直接一个因果大法把气运之子搞得成不了仙了。不光是我，就连你也在炼器期就被真仙境大佬给盯上了。铁牛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词叫迷茫。师尊说他们已经谋划了百年，意思是只要我在你身边，仙人就探知不到你的因果，又不能完全断了你成仙的可能吗？只要我选择了这条路，清风派便会衰亡，我会受到百般阻挠，永无成仙的可能，而我不走这条路同样也成不了仙，只是随着我不断迈向真仙境，他们也会更加急切，因果之术已匪夷所思，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仙人大术在前面等着我。老弟呀，太难了。坏了，这小子道心出问题了。牛爷，我加点升级突破，总是小心翼翼啊，担心自己被人发现异常，没想到自己在仙人的眼里格外的扎眼，那还隐藏个鸡蛋。兄弟，你整明白了没？求仙啊，他也就是说并不能只为了长生，我被求仙求得就是逍遥自在，若是不能随心所欲，那长生又有何意义？他们用因果之术斩你未来，你能咽下这口气？你不愿与仙人为敌，可是断人仙路人家不干，难道不是惊世大仇？岂能如他们所愿？你天赋过人，若是让他们得逞，岂不是白白浪费？可是可是啥？振作点兄弟，有仙人保你，他们不都谋划了数百年吗？绝不会让你陨落于成仙之前的，他们比你还急啊！再说了，等你成了仙，你也是不死不灭，有啥好怕的？
上辈子当牛做马，人情世故欲壑难填，这辈子真成牛了。本以为修仙可以无拘无束，那曾想一丝离合竟得的牛牛牛泪满面。老三啊，我的儿啊，是你吗？三儿，你出来让娘见见。三啊，往后别往家里送钱了，这些够花十几辈子了，爹娘都很好，你也要注意身体。我被求贤，求得就是逍遥自在，若是不能随心所欲，那长生又有何意义？什么宗门规定，老子这都不敢反，还敢反现营？娘，三儿回来了。喝茶。呵呵，放心，这次的茶没有问题。怎么样？我不懂茶，苦不拉几的。无妨，这是每一头牛喝茶的必经之路。至于你，铁牛，我会安排人将你们俩的因果遮掩。前辈，为什么要斩仙？既然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仙，那修仙干嘛？再说了，你不也是仙吗？你们谁是好仙，谁又是坏仙呢？因为仙阻碍了这个世界，你俩已经体验过一次，知道太多的经历了，还要我说吗？前辈，你也是仙，你不能出手吗？起初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不能动手，所有办法都要牺牲很多人，但是现在嘛，就容易很多了。此物赠与你，希望对你有一点小的帮助。你们只有半个月时间，放心吧，他的家人我会保护得好好的。留生石，这是巧合还是系统的暴露？难道他真的能窥视到系统吗？系统，给个话，你行不行啊？小说里的系统都是隐藏的极好的，但是谁规定系统一定不会被发现啊？自己居然没有想到可以录音攒音绿点。周兄，对不住了，以后不能每日陪伴你了，但是在那之前还要用你一次。丁，今日听完一曲音绿点加一。没想到这录音时真的有用，而且效果还相当好啊，一年多来浪费了整整100多点，如此一来我便能一日不落的积攒音绿点了。怎样，诸葛长老怎么安排的？没有特别强调我要咋做，只是给了我一本五行助台灵法要我修行。还以为会有什么下山的历练呢，无聊。马上就是筑基牛了，性格还是那么跳脱，没有丁点瑞兽该有的担当。灵草原供给的草料到了，自己去山脚下取吧，我去修炼了。真是个修炼呆子，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修炼，完全不睡觉的。如果自己也和这小子一样拼命修炼，加上外挂加持，能否赶上他的进度呢？好的，不学，净学人内卷，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呢。叮叮叮，行。检测到仙品秘籍五行筑台灵法已收录，构建五行筑基台之法门，融天地万道，筑无上道基，三点一律点便可圆满。这系统收录功法秘籍几乎都是靠自己的神识探查到功法才行，以往这小子在屋里修炼术法，这系统可都是没检测到，今天这是什么动静，真是奇怪。系统加点。如此筑基之法，倒也对得起仙品这个品级。这个诸葛夜还真是厉害啊，这小子啥啥都是最高配置，天赋是最高的，功法是最强的，师傅是开刀之祖，装备也是最顶级的，就连跟宠都是带系统的。铁牛师弟啊，最近怎么不去我那听琴了？可是有什么心事吗？每天听这留声时忘记宠幸这小子了，看来人工的和录音的要两手抓，以后还是常去去吧，不方便的时候再用留声时，等将来自己登临绝顶，定要把这个修仙界打造成热爱音乐的世界。原来是陷入了瓶颈，灵兽修行多是依靠血脉传承，这块兄弟我帮不了你。师弟，你平日里就吃这个吗？
这种灵草一般都用来饲养灵兽的，怎么能拿来糊弄我的兄弟？师弟啊，口粮这方面你受委屈了。你等着。老爹啊，把咱家那十万亩上好的灵草给儿子打包到紫竹峰，收件就填写清风派紫竹峰瑞兽李铁牛。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本牛爷和朱兄的羁绊。如今自己已经在炼气七层停了半年，要不再表演一次听情悟道。周兄，你看这景。周浩洋循声望去，院子外紫竹随微风摇曳，发出沙沙的清响。庭院内竹影斑驳，透着一股宁静之感。他愣了片刻，像是明悟些了什么。是了，我早已达到了心中无物的状态，这状态再如何突破也不过是心中无物。原来无物之后是重新包容这天地。周浩洋闭上双眼，琴声瞬间奏起，曾经他的琴音如同大海之中的一叶小舟随风飘游，那是他心的写照。现在他的琴音则如同那大海，不，还有整片天空，不光承载着自己这一叶小舟，还有那黑马鱿鱼。他的周身涌现了丝丝打道真意，伴随着这院中的琴一同绿。这不是，怎么你先突破了？那我突破还有啥节目效果？不管了，就当是看他突破有感，自己一同突破了。他之所以还在小心翼翼地使用阴律顶，是在打赌赵岩初等仙人可能仅仅是发现了系统的异常，却并不知道具体可以用来干啥。他虽然不知道仙人有什么手段，但是系统绝对是对仙人也有帮助的，若是被人夺跑，所以可不能被那老小子给炸了出来。丁，今日听完一曲阴律点加一。铁牛也紧闭双眼，做眉头紧锁后，随后甩了100点阴律点在境界上。姓名李铁牛，年龄一，当前的状态勇猛的肿牛，境界炼气八层。周浩洋还在沉浸在方才自己悟道的状态中，忽然感应到身旁的灵气波动，他睁开双眼。作为商贾世家子弟，一个念头缓缓地从心底升起。铁牛师弟又突破了，自己的阴律之道果真能助他人突破吗？古代修士炼制因为缺乏烘焙技术，烤出来的东西硬得像石头，甚至还有点黑，可在场的竟都夸他烘焙技术厉害。这烘焙炼制技术简直绝了，能不绝吗？炉子都干炸了。难道他就是绝世的烘焙奇才？上上集你说他是绝世剑神，怎么他到哪都是绝世啊？啊！别人都还没开始，你都炸了多少炉了？刚弄坏的这点500贡献点，一会结束了去交接一下。来吧，用反火再试一次，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再炸一次炉，给大伙助助兴。这是咋回事？看来应该是火候的问题。或许是你的灵力太强盛了，你试着减少灵气输送。上品还是实力，理论上都只能成实力，但炼制过程中怎么可能没有损耗呢？即便自己也很少一炉炼出九力啊。你是谁家的子弟？师姐，我是村里选出来的，前几集的钱大发，大家都叫我钱二狗。如此天赋肯定是有一些基础在身上的，你们村还教炼制之术吗？师姐不教的哇。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嘿，师姐，我家是带种地的，我打小在镇上学了几年颠勺手艺，进东门前是村里烧饭的。一个颠勺的没有炼制基础，完全不像新手啊，可出手就是上品。来试一下另外一种。钱大发老是照做，
他的动作很慢，每次操作前都要拿出册子来再三确认。第一位领跑入炉，他的速度终于快了起来，他的神石操作灵敏，动作流畅，苏灵英看不清炉中的操作，却也将神石探了其中。只见他的灵力牵扯着汤汁翻涌，那架势竟有种炒菜般的错乱感。随着一道道灵水注入其中，男的部队终于来了。苏灵英聚精会神，打算看看他是如何第一次就能准确把控火候的。只见钱大发竟给炉子开了一个口子，刹那间一滴包裹灵力的液体飞了出来，随后他迅速合上炉口，直接飞入了钱大发的口中。他咂巴咂巴嘴，点了点头，随后加大了火力。我确信他的经验确实来源于烧番。实力依旧是上品。一众弟子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也学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既然用神识观察火候格外需要天赋与经验，那我不用神识不就完了。大殿内除了炸炉声，渐渐的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砸巴嘴的声音。师姐，有人晕倒了。怎么回事？怎么炼制一下还会晕倒呢？炼气修士的神识敏感度是远不及人的味蕾的，可能是这个长多了吧。铁牛住处，自从周浩阳给家中传了讯息，几天后周家的下人便驾着宝船火速送了几万斤的天阳草。铁牛师弟，来收下这个。天阳草极为稀有，通常都是用来培养拥有神兽血脉的灵兽的，每一斤都价值数百灵石。李老三师尊送的炼气期非洲，价值也就数千灵石而已。自己一天要吃20斤草料，相当于每天都吃掉一艘船。这就是说，周浩阳一次性就送了6年口粮给自己。周兄，你简直就是我亲大哥。他将20斤草料卷进火中，运转功法交火。几个时辰之后，他的境界竟然直接加了2点，神威造化体，化神境神通，自己根本没法领悟丝毫。虽然自身修为有限，不可能达到化神强者施展出来的效果，但出其不意，应该也是能斩击元婴期强者的吧。终于能跟上那小子的修炼进度了。哈哈哈，你技能多，你就是全是大招又能怎样？技能还不得有蓝条的呀？难道凭这个就能斩击仙人吗？按照赵元初赵前辈所说，即便最强的仙人也无法斩杀最弱的真仙，说明同境无敌根本就不能斩仙，要做的应该是想方法超脱真仙境。但若是有超脱真仙境的法门呢？那本就是真仙境的赵元初，他何不亲自去世，反而要花费几百年等一个没有成长起来的人设呢？哥们只想抱紧气运之子的大腿，可别把哥们当枪使啊，稍有不对劲哥们就躲起来。铁牛师弟，青桃崖的长林长老今日下午开弹奏曲，可有兴趣啊？长林长老可是大成境的强者，音律一道接近圆满，听上一曲定获益匪浅。没办法，牛舍神，纵然铁牛完全不想出门，但也不得不假装非常兴奋，他可是把铁牛师弟当成了一个真正的热爱音乐的文艺牛了吧。青桃崖崖顶不大，一座10丈左右的圆台，仅仅坐着3人和一头牛。一生以动物接近，四座无言心欲息。周师弟，你怎么将灵兽带来了？呵呵，师姐有所不知，这位是宗门瑞兽牛长老。你也是来听琴的，真是有趣，早听浩阳说过你。对音域如此痴迷的灵兽，我可从未见过。几千年前，我时常去玉兽谷的朋友那儿做客，我那位朋友也是喜音律之人，我便在那弹了几个月琴。你们猜发生了什么？谷里的灵兽，猪也好，牛也好，鸡也好，听了几个月曲子，那肉质居然更鲜美了。也不知你听了一年浩阳弹琴，口感如何呀？老登，真会开玩笑，你给我等着。浩阳前些日子的大道真意已再度突破，踏入反虚境已是板上钉钉，你二人当多与浩阳接触接触。今日开坛能否悟出什么就看你二人造化了。化神寿命区区2000载，你二人也都1000来岁了，可别走我前头。这长灵长老嘴真碎啊，虽然自己对听歌兴趣并不大，但并不影响自己更新曲库。
程长老取出长琴开始弹着。山崖之上，大海波涛汹涌，海浪猛烈地拍打着山崖下的礁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铁牛听了两久，才发现琴声竟在这景色之中。音律一道休止化境，竟能将听者的听觉与视觉一同占据，在琴音中流露出景色。这曲中的涛声似乎在与自然之景中的涛声进行对话，诉说出奏琴之人的沧桑与豪迈。琴声很重，心在琴中，震撼至极。一曲毕，三人一牛依旧沉浸在大道琴音中无法自拔。叮叮叮叮，嗨！听完一曲大道之音，音律点加100，这才有开挂的感觉啊！你这系统，我不问你就不说是吧？我现在怀疑自己登顶真仙境之日，究竟能否探索完系统的功能？这大道之音竟然没有标注今日，也就是说可以反复聆听。长灵长老，要不再来一遍？吴恒，既然这铁牛还想听一遍，老夫便再弹一曲，若是喜欢，每日都可来老夫这儿。当真了？哦，老夫看你这牛是越看越顺眼，当然到时候咱也尝尝这瑞兽的肉。等着吧，到时候把你炼制成移动播放器。于是长灵长老再度弹奏起新的音乐，虽然曲调不一，但意境大致相同。叮，听完一曲大道至音，音律点加100。果真如此，若是能够将其录制下来，自己岂不是几天就能成仙？不过留声时只能录下声音，这道韵能否录制下来呢？两曲奏完，长灵长老又与三位弟子论起了道，只是内容周浩洋都未必能参透，更别说自己了。夕阳渐渐落下，三人一牛行了一礼，便一同离开了。这老登似乎很是青睐周浩洋这小子，我要不要练点音律相关的术法投其所好呢？回到紫竹峰后，铁牛立马取出风采的流声石，运转灵力催动，一曲大道之音便流转而出，曲声同样引人入胜，只是似乎少了一些什么，根本没有之前那般如同置身曲中世界的感觉。一曲播放完毕，系统并没有动静。可惜了，速成的路子被拦腰折断。整一里抱着那个石头听，有那么好听吗？该不会是你沉溺于大道之音中的虚幻世界了吧？兄弟，你说有没有能将大道之音收录下来的东西？当然有，传道石。之前听过一些关于音律一道的手段，将人引入曲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聆听者内心认为最完美的世界，万事万物都极度美好。这铁牛定是听了大道之音沉浸其中了，为此竟然还打算买传道石。我跟你讲，你这听多了不好，虚拟世界里的你再爽也是假的。不是，哥们，大道之音真能助我，我的传承功法就是需要我听大道之音的。真的假的？真的，只要传道石管够，我能原地升仙。很了不起吗？传道石管够，猪也能原地成仙啊？信我，现在能不能给兄弟整几个传道石来？还几个？即便是没有融入大道的传道石，也需要100万灵石。融入大成境修士感悟的传道石，可以卖到千万。这么贵吗？话说你一个月多少灵石？我去年一年的贡献点是3000多，一贡献点可对十灵石。一年3万多，合着你整日里两点一线，洗澡贪黑，一个月就3000多。你不能光看灵石啊，宗门为咱们提供修行的场所，对吧？培养我们，对吧？即便是没有灵石也是情理之中的，对吧？要对宗门有奉献精神。奉献精神，这都是你在灵草原的收入了，大哥，换做别的部门根本没可能挣到如此多的灵石。单系灵根筑基到金丹就需要100万灵石，双灵根翻倍，五系灵根到金丹需要整整500万灵石。这能攒下这么多钱吗？当然不能，但是可以赊账，等突破金丹期的时候也只有去矿区挖矿获取了。好家伙，难怪在宗门里金丹元婴境界的寥寥无几，甚至比大成期还少，原来都是去打工了呀。金丹境修士受300，寻常修士若无手艺傍身，一般都会选择挖矿，挖个50-60年也能攒够进阶元婴的资源。元婴修士受800，寿命宽裕了起来，挖个300-500年就可直接攒够化神境和反虚境的全部资源。铁牛听着李老三越说越激动，巴不得明天就离开宗门大展拳脚去挖矿，转瞬脸一下子又黑了下来。这种在宗门学习然后出去挖矿的生活怎么那么耳熟呢？还有你兄弟，你那清澈的眼神竟然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在一些小说里，什么修士克服重重困难飞升上界，惨遭上界大佬抓去挖黑矿摇的烂俗情节比比皆是。讲到这儿，李铁牛不由好奇起这位气运之子，气运之子总不能也要去挖矿吧？
我想真的有仙界的话，也不会抓银挖矿的吧。我正在炼丹峰修行，炼丹师的话收入还是不错的，炼丹峰的师兄师姐都可以在十年内攒够修炼资源。铁牛见李老三露出一副安逸般般也就全款拿下的神情，但也确实在大家都在努力挖矿还贷款的时候，没有负债百万灵石，还有一份人人敬仰的工作，怎么不算天之骄子呢？我觉得我还是跟小周同志混比较好，筑基跨入金丹境界要耗费百万灵石，上一集周师兄随手就送了六七百万价值的天阳草，我觉得你们宗门弟子过得还不如宗门内的畜生，也就是我还和宗门签了一年干一个月的合同，宗门那只金福龟每天就晒晒太阳，宗门生生用仙丹把它喂到了金丹期。茫茫牛海之一男，可转眼蓝月的老头就叫牛牛每天来听球，本以为恰逢其时，可没想到你这牛犊怎么听不懂客气话呢？让你每天来，你还真每天来呀？什么意思？哥们和你玩真诚，你和哥们玩客套？哈哈，牛牛，你修行的是阴律一道吗？老兄弟，我，啊，瑞，我。李峰啊！铁牛取出古琴，以灵力催动琴弦，奏出弦音。他早就在来之前，在技能栏里找到一个名叫万事不竭的神通。这枚神通是以音律作为载体的幻术神通，修炼至大成，可令人陷入一环接一环的幻境世界。这枚神通的作者属灵，赫然是这位长灵长老。小样，看我不拿捏死你！系统加十点。十点一加，一些幻术入门知识与弹琴经验迅速入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幻术知识将铁牛的幻术宝典也被动加了四点，变成了256%。可惜了，虽然掌握了一些弹琴技艺，自己为自己弹奏了一曲，系统居然未显示加点，还以为今后自己的全部加点都应该是让自己迅速的领悟大道之音呢，随后便能疯狂刷点，没想到自己为自己奏曲这条路目前是行不通的，看来还是得与这些玩音乐的人打好关系才行。只听闻对牛弹琴，如今也算是见识到真正的牛弹琴的。长灵长老大笑不止，即便是铁牛用灵力弹奏，但这场景依旧有些滑稽好玩。但随着铁牛渐渐的演奏，他的神色终于认真了起来。这一曲是万事不竭，听着牛犊的弹奏，竟已经达到入门的境界，区区炼气之境竟能无视境界参悟神通，而且还不是自己的本命神通。区区炼气之境尚未引天道入主机开，就连领悟周浩洋那样的真意也是极为困难的。长灵长老咽了口唾沫，他自问不入反虚境，绝无可能参悟一丝皮毛，真的是厚牛可畏啊。小牛，可愿做老夫的徒弟？就等你这句话呢。小牛，继承老夫衣钵，条件你可以开。自己的血脉之力需要大道之音才能提升，一天保底也得给自己来个十遍八遍的吧。这牛希望自己经常给他弹奏大道之音。世间真有依靠大道之音提升实力的生灵吗？莫非是？他见多识广，记忆深处只有一种生灵符合他的情况，但绝不可能是一头牛的形状。若你拜我为师，每月我将抽出一日来施展五次大道之音，若是抽不开身也可累计。长灵长老毫不在乎，琢磨音律一道的几百年，哪天没有弹个几十曲，相信以小牛的天赋，不需要百年便能进入反虚期，届时可能大道之音就对他实力提升没什么用。太少了，能不能每天啊？不过话说，大成境修士也不可能闲下来每天给自己弹几首曲子。那您开始吧。现在就开始。师傅都没喊，就让我干啥？当前状态由勇猛的肿牛转为好学的牛牛，每月法术加成加一，状态结算，该状态持续15个月，力量加成加15，总加点15。这是成为了徒弟身份改状态了吗？似乎状态是由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决定的，宗门认为自己是极品肿牛，于是自己的状态就变成了肿牛，现在长灵认为自己是他的徒弟，状态就变成了好学的牛了。而与此同时，系统也多了一个可切换的按钮，已获得的身份是可以随意切换的。但这状态结算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好吗？长灵长老并没听到师傅二字，有些不爽，
不过他也知道灵兽似乎都是在筑基之境才有传音的能力，他依然从小牛的喊声中听出了尊敬的意思。行吧。丁，听完一曲大道之音，阴历点加100。叮叮叮叮叮，一下子进账500点，这以前过的都是牛过的苦日子。当前的状态，好学的牛牛，效果每月法术加音，剩余音率点1038。经他计算，晋升筑基仅仅只需要700多点了。但有了周师兄的送的天阳草，并不需要额外加点境界。若是遇到危险，花费97点将清风剑法点满，剩下的900多点则全部加给法术加成。没有大道加持的清风剑，已然相当于化神境的实力，加上9倍的法术加成，即便自己尚在练气期，也未尝不能斩落化神境的强。真想找个化神境的试试手啊，但他也知道自己并非气运之子，身边的人并没有被降罪，自己稍微表现的异常一点便一定会被人盯上。得给这老登再加点料，五曲大道之音，若是自己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哪像天才呀。于是铁牛直接甩了20点阴力点加在了万事不竭上。系统给铁牛加点也不是瞬间就加的，技能的加点自己同样也会进入类似顿悟的接受状态。长灵长老看向闭着眼睛陷入顿悟的铁牛，不禁亚麻呆住。果然是天纵之姿，绝世奇牛啊，你都悟到了一些什么？随后铁牛便与他交流起了心，越是交流他越激动，于是他将自己的琴往前推了推，示意让铁牛弹走。铁牛愕然，灵力催动琴弦，将刚被系统灌入的经验融入了曲中。这曲万事不竭本就是幻术神通，随着琴声入耳，幻音开始侵蚀着长灵大成期的神识，只不过修为差距实在太大，根本没法将大成后期的他拉入幻境。前后不过半个时辰，他竟然能提升整整一大截水平，何等牛才啊！仅凭此领悟水平，金丹境的强者恐怕都很难在几息之间从幻境中逃离。几息时间，即便练气期之间的对战也是可以定胜负的。若金丹修士没有防御手段的话，很可能会遭了大殃。怎么样？好，好得很呐、啥？还想听？长灵长老无语，内心疑问，难道这小子不需要时间消化的吗？但他心情极好，于是又弹奏了两曲。我还要啊！行了，今日到此为止吧。连续七次施展大道之音，即便是大成期的修为也是有些疲惫的，顶不住了。可我不需要巩固啊，师傅，师傅，此琴乃是老夫在某一届炼器博览会上所得，没什么功法加成，只是能听个响，赠予你了。若是遇到危险，可掏出来当板砖使。这玩意结实，能硬扛上品灵气攻击。此二法为九霄天运法及九阳摄魂曲，勤加修炼，下个月为师要考你。这咋就感觉这把琴怎么和你一样老不正经的样子？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铁牛催动灵力，舌尖逼出一滴鲜血，血滴落在琴面上相视不见，古琴这才完成了滴血之礼。凤吟，原来叫这的名字，这老登有点东西啊。听长灵长老说，这玩意能扛得住上品灵气的攻击，铁牛也不知道这是何种材料，如果真是从某届炼器博览会上淘来的，相比应该也不便宜吧。没想到这修仙界这么潮，居然还搞博览会，既然可用作防身，今后就御琴飞行了。铁牛将神识探出几，不等他探查其中的内容，脑中便响起系统的声音。检测到技能九阳摄魂曲，法门九霄天运法已收。九阳摄魂曲，寻常的术法上限点都是5-6点左右，而这个居然有10点，足见其上限之高。或许我可以将这门术法作为本命神通，九霄天运法时常观想，有凝练神魂的作用，就作为辅助修行的法门吧。收好两枚功法后，长琴转瞬变大，直至宽距完全能容纳自己，他一跃而上，捋着琴板朝着紫竹峰的方向飞去。
己的牛舍是被塑造成音律一道的绝世牛才，可这九阳摄魂曲已经领悟了半个月才加一点，勉强能算入门吧，还有半月就要考核了，这种修炼速度恐怕很难入长灵长老的眼。系统加至熟练，院落中忽然出现一青衣少年，少年面容俊俏，眼神沉郁，身姿挺拔如轻松，青色的道袍有诸葛夜的三分神似，一双忧郁的眸子盯着铁牛直发怵，吓得牛牛连连后退，铁牛神识内敛，不敢多做探查。怎么修仙界的这些家伙个个都喜欢装年轻呢？你是什么人呢？懂不懂什么叫保持社交距离？真是有趣，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幻术的气息，莫非你也修幻术？修了又咋地？奇怪，我分明已经将你拉入了幻境，怎么你还是不会说人话啊？我已经在幻境中了。幻境可映照人的心之所想，即便被仙人看出异常来，他都没如此害怕过。自己若是被拉入幻境之中，那只要深挖自己内心，系统将暴露。不管怎样，先装他一手。来了，果然能发出人声来啊，看来是中了幻境的，毕竟牛的喉咙即便是成仙了也不能直接发出人的声音，不如先把身份报出来唬他一手，此人能在紫竹峰八成是宗门中人。我的师尊是听涛崖长灵长老，我是烘焙峰弟子李道玄的灵兽，大家都叫我牛长老。原来是长灵长老的弟子，幸会了，在下是翠微湖诸葛叶长老门下三弟子与星驰，无意冒犯，在下境界低位，只能以这种手段与铁牛师弟交流，我这就解除幻境。原来并无恶意，看来必须要加强自身神魂了，以免真的被人拉入幻境探知到自己的记忆，而幻术只是其中较为简单直接的办法，九霄天运法有提升神魂的能力，必须要每日修行才行。于星驰此次前来试受诸葛叶之命，检测李老三对3654道法术的御敌之术，他眸子微微一动，玄一牛瞬间被拉入幻境之中，于星驰负手立于半空之中，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在了炼气六层，他将修为压制在炼气六层，显然不认为自己能击败炼气七层的李老三，毕竟这只是一场测试。在这环境之中，任何你施展的术法都会被我完美的复刻出来，你要做的就是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你们俩一起出手吧。听闻这位三师兄早已入合道境多年，对术法的理解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炼气境三层为一个大坎，之间的差距不说天差地别，也是如同沟壑般难以逾越。可以不打吗？将铁牛放出幻境吧，他虽是我的灵兽，但并不是我的御敌手段。来时师尊还说了，若是你协同铁牛作战，还要我小心一些铁牛呢。现在嘛，与星驰抬手一挥，铁牛话都没说上一句，就被抬出了幻境外。一个恍惚，铁牛的意识就回归到了现实。虽然哥们不想干仗，但是你不给牛看，是几个意思？此后于星驰算是在紫竹峰住了下来，每日李老三从烘焙峰回来都要与之切磋一个时辰，在幻境之中不消耗灵力，但却十分的消耗神智，之后继续吐纳领悟新的术法，干劲十足。作为一个打工，铁牛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拼了命努力只为了实现老板的人生梦想的人，但自己虽然没什么奋斗目标，也对收集音律点格外上心，他相当不喜欢这种被窥视的感觉，即便自己完全察觉不到有人在盯着自己。究竟是我影响了气运之子，使其命格不明，还是他影响了我，使我暴露在仙人的视野里？区区练气期多想无益，还是去薅一下自己的便宜师傅长灵老登的羊毛吧。距离上次见他正好过了一个月，铁牛踏着长琴飞向了听涛崖。长灵长老正在屋子里小憩，忽然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铁牛徒儿，这一月来可有什么疑惑？铁牛见桌前有一只唢呐，径直走了过去，直接开始演奏那九阳摄魂曲。这门术法通过音律扰乱别人心魂，修炼至大成，甚至可以直伤其神魂，难以恢复。仅仅一个月，此术法便已熟练施展，天赋远超自己想象。这下这小子真的能继承自己的全部绝学了。几千年来他也不是没见过牛才，但真正的牛才谁又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种旁门左道上，天资过牛之辈。
都去烘焙驻锡部队。一日一斗，即便是在修仙者眼中也是附庸风雅的代名词。即便拥有不俗的御敌手段，但也仅仅是偏向于在战场中辅助。可现在哪有什么战场，要说困难那倒是还挺多的。而天资平平之辈也是喜欢打开大河的剑修，或是五行术法当中的炎爆之术，不为别的就是葡萄挖孔吧。但随着曲声逐渐进入尾声，长云长老逐渐露出惊异的神色，似乎发现了比绝世牛才更可怕的事。竟能完全一样，剑有剑招，唢呐有曲谱，即便如此，演奏之人的天资不同，经历也不同，如何能演奏出与自己完全一样的领悟呢？这铁牛对此曲的领悟竟然与自己一模一样。这门功法是他三千年前亲手所创，凡间有个词，沧海桑田，三千年除了修道者的道心，什么不会变，自己对曲的感悟亦是如此。他在这曲声中竟然看到了三千年前自己的心，何等诡异。一曲奏完，长林长老久久不能平息。你能将这一曲再吹奏一次吗？聒噪，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哪有人会让人把一个曲子奏两遍的。不过话说，等会还得等着这老头给自己报音律点呢。于是铁牛再次开始演奏这曲，这一曲仅仅是练气七的速法，却倾注着长林初入大成境对大道的全部感悟。奇怪的是，即便是他已入大成境，但也不能控制自己此刻的心态，心态不同便不能弹奏出两曲一模一样的曲子。但铁牛完全无视了这一点，这两遍从曲声到意境完全一致，这令长林长老再一次体验了一遍曾经的自己对道的见解。此刻他站在这里，犹如跨越时间长河，与曾经的自己进行了一次论道。曾经的自己对大道稚嫩的见解不足为奇，但那未被自己有限的思维限制住的天马行空般的点子，也不是此刻一条道走向尽头的自己能比的。我似乎知道我欠缺的道在什么地方。我演奏完了，师父，终于等到发音律点的时间了。一个月500，抵上一年的收入。为师急需闭关一阵子，短则三月，长则一年，此番闭关可入渡劫之境。不是，这也能歌？怎么听我的曲子你还渡劫上了？牛长老你怎么在这儿？诸葛叶长老要我传信于你，说一月之后将远赴东三域参加一年一度的烘焙交流大会。